中放飯了耶、yeah！ 啊，得菜同白飯，咁寡點食啊？請你食海膽啊！海膽？切，原來呢包係海膽醬，由日本直送，即開即食，送飯啱曬。開嚟睇下先，個海膽醬橙橙地色，入面仲有魷魚同魚子。就咁食個醬好似鹹咗啲，試下送飯先。嗯，送飯啱啱好，味道幾鮮甜，不過嗰種鮮味咧就同海膽唔係好似。一包海膽醬份量適中，可以送到兩碗飯，用嚟撈意粉賣相都好吸引。雖然個海膽醬同真正嘅海膽味唔係好同，不過整體嚟講咧，我覺得都幾好味，送飯的確唔錯。